大夫，孩子能不能保住啊？我媳妇这没事吧？你说你媳妇儿可能流产了？对呀，你看流了这么多血了，你是不是先想想办法，你采点措施，把我孩子先留下来呀？她明明就是来月经，哪儿来的孩子啊？你自己看看。 口子心也够大的啊，说是怀孕了一个多月，一次产检都没做过。嗯，我之前不是生过一个吗？再说我用验孕棒了，我验了两次呢，所以就没着急产检啊。生过一次就那么自信啊？验孕棒有那么准吗？你的验孕棒是不是过期了？咱们什么时候买的？ 哎，大夫，那我媳妇每天又是恶心又是呕吐，能吃酸的能吃辣的，这次是怎么解释啊？对啊，工作压力大吧？吃饭准点吗？在家还行，但是一忙起来有时候就顾不上。那你们到消化内科去查一查吧。你这样啊，估计就是反流性胃炎，这种病也会有恶心呕吐的症状，很正常，不过不算什么大毛病。 啊，养养就好了，去查查吧。我真没怀上啊！我还能骗你吗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走吧啊！谢谢啊！陈小寒，啊，陈。 你知道骆家商学院是不是下个月初开学啊？好像是下月初，怎么了？他交钱了，他非要去啊！谁交钱了？佳如姐啊！商学院，他肯定会去啊！这么好的机会，谁会放弃啊？你懂什么？他这咬着牙往上冲啊！晚上。 行，就这么没了。我例假以前也不准，但也不至于我乱成这样。没了就没了，没那缘分。再说了，你往好的地方想，工作最起码不受影响了。咱俩这么多天不就白忙活了吗？ 早点做那产检就没这事儿了，赖我，非等那李主任。哎，我这回单位也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了。陈丽那李我都收了，他们不得笑话死我呀！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？没有啊，哪儿啊？那你笑什么呀？ 我这不安慰你吗？我安慰什么呀？你就是幸灾乐祸。我媳妇儿，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多难受吗？你知道啥叫心如刀割吗？我刚才求药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我差点掉眼泪了。我，叶一凡，你就是幸灾乐祸。你从一开始你就不想要这个孩子。不是媳妇儿，你怎么能这么看我呢？我对天发誓，你这么冤枉我，我可比窦娥还冤。你可以怀疑我藏私房钱，你可以怀疑我跟陈丽去酒吧，我们喝大酒，你甚至可以怀疑我有小三儿。 但是你绝对不能怀疑我在此时此刻我幸灾乐祸，你就是幸灾乐祸，你笑了。哎，行，媳妇儿，你来例假了，我不跟你计较，好吧？我苦笑行不行？
我苦中作乐，我心里面难受，我不知道我爸那笔钱怎么办，我费多大劲儿我把钱从我爸手里抠出来啊！啊，要没这事儿，我爸肯定以为我拿这事儿骗他那养老金呢。你跟他说小心点啊，他知道非得弄死我不可。行了，媳妇儿啊，都过去了，媳妇儿，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咱妈知道了，咱俩得一致对外啊。喂，哎呦，我忘了，筑巢的战青动员会。喂，我马上就到了啊。你往哪儿到啊？你先回家把裤子换了。吴总，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再等会儿，妈，应该快。李姐，坐，大家坐。啊。佳茹已经到了啊，那我们就正式开始。今天这个聚会呢，我也不想给大家太大的压力啊。前期的工作呢，你们已经做得非常的棒了。筑巢这个项目呢，现在马上就要上线了，我们对点击率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啊。当然，各位不能松懈，最后关头。大家再冲刺一下啊，把这个项目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，怎么样？各位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来，有。来，为了筑巢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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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李姐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刘总跟他找你呢，今儿不去了，明儿再说吧。哟，怎么听着还有点失落呀？不是假离婚吗？真伤感什么呀？没离成。没离成？为什么呀？佳茹发现他没怀上，假的。没怀？不是你，你这也能弄错呀？你可真行你。是啊，这佳茹这性子稀里糊涂的。例假怀孕分不清楚，也赖我。本来要带着她去产检的，约那个主任一直没回来。嘿，你俩这真可以。这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的。你现在脑瓜子嗡嗡的吧？哎，我问你，那你这房子你还打算换吗？现在还没想好呢。你那钱？哎，那钱的事啊，不着急，先放你那儿。真要打算换呢，拿着用。关键问题就是你俩这二胎。还打不打算要了？哎，佳茹年纪也不小了，再怀也不容易，再说吧。行，我估计佳茹这会儿啊也挺失落的吧。你这样，你这两天你多陪陪她吧。啊，我跟刘总说一声。谢谢兄弟啊。就这样。好，挂了。来，这第二杯酒，就是要恭喜佳茹。已经顺利地拿到了洛家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了，也意味着总公司对佳茹近期工作的肯定，还有对未来的期待。这杯酒呢，祝你们的合制片人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，好不好？干杯！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公司对我的栽培和期望，谢谢吕姐这么多年带着我，我先干了。等等，佳茹啊，这么好的日子，我都想蹭你一杯酒了。吕姐，白水，白水啊！
吴总，这是不是都是你惯的？这么好的日子，这么好的酒，别辜负了呀！是啊，佳茹，吕静说的对，今天这日子你怎么也得喝一杯。是你酒量不好，但怎么也得意思意思啊。就是，而且你还来晚了，是不是该罚一杯啊？佳茹，来。吕姐，我最近胃不舒服，吃药呢。那就算了。备药啊！干咱们这行的谁不知道，这桌子上不放头孢啊，那都是借口，是不是？这么好的日子，这么好的酒，别辜负了。佳茹，我可是看着你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，成长为现在一个出色的制片人。身为师傅，我很欣慰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啊，别别别，哪能您敬我呀？那你敬我。我先干为敬啊！李姐，李姐，我替佳茹姐喝了。嗯，小山，我敬何佳茹的，你喝了算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李姐，不就是一杯酒吗？不喝就不喝了啊！吴总说的对，不就一杯酒吗？喝了也就喝了。姐，佳茹，哎呦，佳茹姐，你疯了？你怎么这儿喝呢？你肚子里孩子怎么办呀？你孩子，孩子，是什么孩子？嗯，没有没有，不是，怀孕了。你怎么真喝呢你？不，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，雨静？嗯，没有，太可怕了。哎，没怀孕，说胡话呢你？怎么可能没怀孕？孩子不能有事儿。去医院叫救护车！救护车！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，我没有怀孕，不用去，不用去医院，不用去医院。姐，我没怀孕。就是胃炎，我能上商学院。先生，我们打烊了。哦，好嘞，马上。好的。干嘛呢？出来喝一杯呗。在家洗衣服呢，这会儿不行。那什么时候行啊？今天太累了，今晚不出去了。这么晚了，你也回家洗洗睡吧。嫂子看不见活的，让她看见个睡着的也行。我这儿啊，真是希望直接来一女的，让圆圆呢抓我一现行，我也就一了百了了。
闺女，你怎么上这儿来找我来了？你喝酒了？你怀着孩子还敢喝酒啊你？我没怀，我以后想怎么喝就怎么喝。你没怀什么意思啊？你大了？你这事跟你晚商量没有啊？啊，他知不知道？没怀就是没怀，假的，压根儿就没孩子。之前验的不准呐。嗯。哎呀，我早就跟你说过吧，让你早点到医院去做个产检。一直孩子就是不听，就这么拖拖拉拉的。你呀，你从小做事就那么马马虎虎，哎，这种事都敢马虎啊？妈，您别说我，我心里够难受的了。一凡知道了什么反应啊？跟我一样难受。你俩呀，加起来这个数，500，没一个脑子好使。那你就别说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啊。正好我也舍不得你再生。一听说你又怀孕了，我这心呐，天天这么吊着，这我跳舞都跳不踏实。哎呦，这我可真没看出来，您在那 C 位上蹦得的挺欢似的。你今天是不是因为孩子没了才喝酒的呀？不是，工作上的事儿。我怕回去我公公闻见我的酒味，我到您这儿来消消酒。你们准备怎么跟一凡的爸爸说呀？没想好，我得跟叶一凡好好琢磨琢磨。哎呀，大家都盼着二宝呢，你们跟老爷子说的时候可得悠着点啊，他跟我的性格不一样，他认死理儿。嗯，知道了。那你们的房子还准不准备买了？嗯，要么就先算了吧。我回头把您的卡还给您。那怎么行啊？哎，好不容易凑到钱了，说不买就不买了，怎么了？还是钱不够啊？哎呀，您不知道，我们为了这房子，真什么办法都想了。我跟叶一凡差点就假离婚了。要不是发现我压根没怀上，这会儿离婚证在手呢。疯了吧你俩，这种招都想得出来啊？离婚你真敢跟我说吗？这不没离成吗？以后也不会离。哎呀，这事在我心里憋好多天，我心里难受死了。不跟您说跟谁说呀？谁让您是我的亲妈呢？别着急啊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怎么那么难？我去，这哪年的呀？这2011。肚子还疼吗？没事了吧？咱自个儿都睡了。你快起，我喝酒了，可得去给妈给散了散酒。那个，你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？啊？自己什么情况不知道啊？姓逼我喝的，我就喝了一杯白的。还喝白的？你胃炎？你喝白的？喝一点。心里有数，我去给你装碗装啊。哎，老公，我都跟妈说了。妈啥态度啊？妈的态度还行，就是骂咱们两句，说咱们糊涂。你妈不重要，主要是我爸。行，我给你装碗装，喝完吃药啊。
玉哥，冯丹啊，你跟这儿坐着干嘛呢？来来，起来起来。哎呦，玉哥，嗯，救救我！你怎么了？韩晶晶要打你了，下手这么狠，你报警了没有啊？我帮你报警。哎，不能报警，不能报警。啊？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哎。哎呦！你别害怕啊，打电话报警，有我在呢，还有警察在呢，你没有必要怕的。不用报警，真的，力哥，要不警察又得拘他了，我不愿意这样。对不起，我不想给你添麻烦。不是，哎，滚蛋！你这能去哪儿啊？我回家，回公司都行。不是那个冯丹，要不这样，你在这别动，等我一下好不好？别动啊！去哪儿啊？你是想回家呀，还是去医院呀？我可以开车送你。我也不知道去哪儿，我也怕他找到。哎呦，好了，你看，不哭啊！现在开始听我的，不说话啊！喝酒了，来，把鞋脱了，来，来下。别说话啊，来。也不知道他为什么。不说话。你说我怕老婆，你说你怎么也怕老婆呀？你喝多了酒，你老往我们家跑，也不是个事儿啊！啊，一凡，你快点，没两步就到了。一凡，哎呦！一凡，你这是喝多了？哎呦！一凡，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啊，一凡，哎呦，你别往这边，你放过来。别说话，你一凡马上到了啊！别往这儿，来，一凡起来，别说话，不是一凡，别吐啊！
趁热喝了啊！真过期了。哎呀，我都看过了，像你能干出来的事儿，怎么不喝呀？来，我吹一吹。你对我真好。那你是我亲生媳妇儿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啊？嗯。对不起。你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？就是今天对不起。哎，是不是今天那个姓吴的也去了？就他灌你酒啊？啊，灌你喝白酒？哎呀，不是这个，我是说今天在医院不该对你发火。我特殊情况，你多担待。行啊，又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早习惯了。朕宽恕你了。快喝呀，不喝凉啊。今天被闪这么一下子，我心里空落落。怎么空落落了？其实刚开始我知道怀孕，就是我以为我怀孕的时候，挺懵的，这要不要，一点数都没有。可是后来咱们俩为了这孩子到处跑着找房子，就一下子踏实。我觉得这孩子就在我肚子里，他就是咱们家的一分子。我都接受了，我就突然没了，就一下子没奔头了。傻媳妇儿，哭什么呀？怎么就没奔头了？你要说你喜欢想要一个，那不随时吗？咱们俩那么年轻，你老公身体这么棒啊，你老公的实力你不是不知道啊。啊，我喜欢，心中想要个二宝。那你今天想，没准睡醒了以后你不再想要了。不是，我就是想，我以后都想要个二宝。那好，那择日不如撞日啊。朕今天就翻你的牌子了，来吧。你呢，先在这儿歇一会儿。等你稍微清醒点的时候呢，你再告诉我，我是送你回家，咱还是报警，还是送你去医院。我想躺会儿。宁一凡，你别吐我姑娘床上啊，不然我跟你没完啊！说完了，这孩子没了，怎么跟爸说呀？我现在最上火就这事。我爸不像你妈，你妈豁达，活得敞亮。我爸现在跟进了更年期似的。这事要告诉他，他肯定以为咱俩合伙骗他钱呢。得等生米煮成熟饭再告诉他。要我爸非得把钱再扣回去不可。那还有。我今天跟妈说了，这孩子没了，房子就不买。别呀，本来就为了乐乐上学才换房子的嘛。你再说黄姐这房子确实太划算了，你过这村房价还得涨，就没这店了。你钱不够，我们再凑凑。怎么凑啊？我是没准儿。
那我再想想办法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圆圆，给我打电话了没有啊？没给我打电话啊。谢谢。佳茹呢？给佳茹打了没有？我媳妇今天喝多了，没跟我说呀，应该没打吧。哎呦妈呀，这老天眷顾啊！不怎么了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回头再给你解释吧。啊，反正今天晚上你什么电话都别接。还有，你现在喝多了，正睡在我们家呢。明天醒了也这么说，嘱咐佳茹一声，告诉他明天醒了也这么说啊。10点1刻，你是10点1刻进到我们家，千万别说漏了啊。妈，您说什么？买房的钱凑够了？呆呆，不，佳琪呀，佳琪，你的帽，佳琪，啊，咋了？你的帽，啊，你的猫怎么又跑出来了？你赶紧的，你们跑这儿来了你啊？你赶紧抱走。赶紧关起来！哦，把门关上，别让他出来了啊！啊！哎呀，你在这儿呢，呆呆，真乖！哎呦，哎，来，抱一下啊！哼，乖啊，呆呆。啊，饿了是吧？好。来，去吃饭，乖。哎呦，你爸和你们娘俩这么多年不联系了，怎么突然就？我妈主动打的电话，我爸说，他愿意给我们把买房子的钱补齐了。哎，我心里更难受，更愧疚。你说你妈多要强，一老太太不向任何人低头，尤其是你爸，就为了咱俩的事儿，把老太太最后的底线都突破。我心里也难受。我妈刚才还说，比起咱们俩假离婚，她要是打个电话能解决问题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哎呀，我后悔死了，我就不该跟我妈说这些。媳妇儿，说就说了啊。这有些时候啊，咱们得辩证的看问题，就没准因为这件事情，把你爸和你妈这么多年的心结给解开了呢，是吧？而且也给你爸一次补偿的机会。这么多年，欠你们娘俩太多了。也对。不是叶一凡？你刚才不还信誓旦旦的说这钱的事你来解决吗？不，这已经解决了吗？那是我妈打电话了，啊，我妈打了个电话，你就顺坡下驴，你这个人就是，你就别人跟你客气，你就在那服气。媳妇儿，那不都一家人吗？再说这钱又不是让我们给挥霍了，不买房子吗？那乐乐背着他亲外孙子，都为了孩子吗？你说咱俩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都为啥呀？既然这样了。反正我妈电话也打了，话也说了，这钱要是不花也挺不值当的。媳妇儿，你这么想就对了，而且这房子不买，就我爸那钱也得给吐回去。行，你就这么定了。等我爸的钱一到账，咱就约黄姐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得嘞，就按贵妃娘娘说的办，就请吧。
哎，就你爸后来又娶那个，就生那个咱那弟弟，今年应该大学毕业了吧？你怎么那么败呀？睡觉。行。哎，反正这钱咱不要也都给他了。哎呦，不行，有二胎了。睡觉，睡觉不说了。姐，我给你多带几个包子啊，你回头分给你同学吃。我回家吃。回什么家吃？同学都在学校吃，你也在学校吃啊。中午刚好跟同学一块吃饭，聊聊天，很快就熟了呀。啊，哎，还有我那同学叫什么回来来着？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，可以做我朋友。我朋友都在平城呢。我知道你朋友都在平城。佳琪。你得在这儿待四年呢，啊！你总得交朋友，听见没有？娘娘，那我今天那个有点事儿，那个晚点去公司给你请个假啊。叶工怎么了？我昨天有点着凉了，肠胃感冒，现在上吐下泻。啊，您不会是食物中毒了吧？那不会，不是。啊，刚才陈工也打电话过来，跟您一样也上吐下泻。你们俩是不是一块吃的东西啊？啊？哦，对，可能是吧。哎呦，是食物中毒。谢谢宁宁啊，谢谢。好，好点我就过去啊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快起来了，今天开学第一天，别迟到了啊。几点了？快七点半了。你点的药，送错了吧？我这702。没错呀，冯丹。哦。对。谢谢。啊，没事，麻烦您稍微给个好评。哎。叫的东西，我是怕你不方便啊，我就给你放在放这儿了啊。玉哥，哎，宝宝。